好好写作业啊。哎，妈给你买了蛋糕。嗯，你写完就给拿来吃啊。好。头抬高点。谁啊？哎呀，二姐。哎呀。你咋来的？今天咱俩不定好出去，咱俩谈点事儿嘛，就老张那事儿。哦哦哦，我把我一会儿跟你说一下。完，正好我儿子急着咱俩谈事儿，完一会儿还得出去。我领我儿子呀、啊，过来，这不摆摆，你们一起，你们都同年级的，你们能一起写个作业啥的吗？行行行，好吧。哎呀，是不是现在越长越高了？来来来，坐，跟你呢，你俩一块过来写作业啊。可不，这孩子最近长得着急了，有点。我比我都重。老板，你好好照顾弟弟啊！妈给你拿蛋糕，你俩一块吃啊！书包拿过去。我书包拿过去啊。嗯，那你好好搁这学，我这关下。走，咱去内务说。行行，那我好好写作业啊，不许欺负人啊。嗯，你俩。来，小瑞。给你拿个蛋糕啊，你俩一块吃啊。好嘞，阿姨，好好写作业。我会好好跟弟弟玩的。哎呀，你看这多乖呀、啊，你跟人学学啊，好好写作业啊。妈妈慢走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啊，你看他。我跟你说啥呢？让你给弟弟吃一把蛋糕抹脸上的啊！你妈呀，这是吃的还是抹的啊？啥整的呀？这是这妈不花钱啊？啊？怎么教育你的？怎么教育你的？别打孩子，别打孩子，打太轻了。我让你给弟弟吃啥意思？你不让人吃啊？对他，他送我送我一你不哎哎，真不好意思啊，秀瑞，你看这我们家孩子不懂事。没事没事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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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生气，是我弄的。哎呀，你看你家孩子。多听话，太懂事了。阿姨，你不要怪他了，是我弄的啊。你说，我再拿一块啊。咱拿一块太好吃啊，秀瑞。嗯嗯嗯，都是德柏不对，你别生气啊。走吧走吧，怪我怪我。嗯，阿姨再给你拿一块吃，走。嗯嗯，继续发扬咱家的风格。来，秀瑞，来，阿姨再给你拿一块吃啊。你这会别抹了啊！阿姨再见。露出诡异笑容的秀瑞，接下来将要干什么呢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！啊，不是，你咋说的？你咋说的？你咋说？阿姨。作为男子汉要大度一点，知道吗？阿姨，你拿一块吃啊！阿姨，拿块新的，咱不给他吃，你自己吃。瑞子，瑞子，咱们办事时间要到了。行行行，好好，跟你说，你要好好听话啊！啊，把你奶奶叫来了，你俩搁这儿就好好听话啊！开始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走走。哎，拿吧。来，秀瑞，阿姨给你拿一块吃，咱不给他吃啊。嗯，我说德柏，我把你奶奶叫来了啊，看着你俩，我要出去办事了，好好听话啊。好，我听话。哎呀，奶奶来了。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想起来了，奶奶，哎呀，大孙子，我才来了，哎呀，大孙子，这点，哎呀，奶奶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哎，奶奶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大孙子，坐坐坐坐坐。奶奶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什么玩意儿啊？
哎呀，喊他孙子，你怎么跟这样人玩呢？瞧瞧，这孩子呢？不不不，你跟抬你撞不着，注意穿点啊！好好写作业啊！好好写作业啊！你跟人，你跟人离远点，保持点距离啊！你别看他啊，看他你长得他那样，你将来咋找对象啊？谢谢你啊！奶奶，我会跟他好。看看你写作业啊！奶奶给你拿个蛋糕吃啊！来来来！哎呀，有蛋糕了，有蛋糕。奶奶是我的奶奶啊，那个你的。哎呀，太大孙子，他孙子没有蛋糕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自己弄的，别怪他了。哎呀，孙子，你们怎么不那么听话？你那么听话，我就想揍你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别累了，快走吧，没事。对呀，我给你擦的，我自己擦的，没事，我自己倒。好了啊，哎呀，嗯，那没事下嘴了都。哎呀，大家听话啊，听话，把那吃了啊啊！哎呦，这孩子，我看着要揍他。你学我，滚！奶奶，奶奶，哎呀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我啊，我弄一脸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弄脸上那种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孩子他弄的，听话了，他弄的，不听话了，你完了。哎呀，我这么听话的孙子，哎呀，有点下嘴了哈。哎呀，大孙子，好好听话啊！哎，奶奶再给你拿个蛋糕啊。爸爸给你擦一擦吧。滚！好好吃啊！不给你。这回最后有盼了啊！还放嘴里，别往脸上抹了啊！哎，听话，奶奶慢走。孩子咋那么磕碜呢？哎呀，我天！一二三。